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一零五六页，一零三六，一零三六页啊，倒数第五行看起，倒数第五行问答啊，课题。分两科啊，就是一问一答。不求往生所以，为什么不求往生？极乐世界那么样的好，真的是幸福自在美满，为什么不去？弥勒菩萨带我们向佛请教啊，请看经文：此事白云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，虽亦修善而不求生？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将无量寿经，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。为什么会有一类众生不能接受啊，不求往生？这是什么原因？念老的注解说：此事大事，以无缘大慈。慈是爱众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帮众生离苦叫大悲，帮众生得乐叫大慈。无缘，无条件的啊，无条件的大慈大悲，怜悯，悯就是怜悯，念住末世中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往生堕的多半都能接受的，都能依教奉行的，升到极乐世界了。正法时候多，相法时候也不少。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，末法一万年，
今年是第二个一千年。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少了，学佛的人还有，没有相法时期的多啊。末法确实地球上人口增长了，增加了，学佛的人没增加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是有一类众生，虽然也修善，但不求生西方净土，故发此问。啊，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提出来向佛请教。下面，世尊答复。啊，大佛里面分了好几小段，请看经文。此佛告此时，此等众生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。佛说出来了，佛的答复念老的白话讲解，此一类众生缺少智慧，迷恋人天福报，故不愿意生。我们细心观察现在这个社会，人从小到老追求什么？最明显的，追求地位，地位越高越好；追求财富，财富越多越好；享尽人间的福报，他连天都不相信。这个世界，许许多多的宗教都是以造升天为终极的目标啊！只有佛教这一家例外，他不求升天，他求生极乐世界。我们要看清楚啊！啊，什么原因？天道是好，好到什么程度？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为什么不求？经上讲的智慧危险，没智慧啊，有聪明，没智慧啊。现在人追求的知识，知道的越多越好，智慧忘掉了啊，智慧里面
有知识，知识里面没智慧，这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。想想3000年前佛说的，好像就是对我们现在人说的一样啊。不是他的推想，不是他的预测，他真是智慧，广大智慧，确实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明白了。啊，下面这一段问答，免轮回之所以，这是佛法强调的，特别强调的。为什么要讲免轮回？轮回真苦啊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三途一度5000劫，太可怕了，堕到三途，什么时候有机会再得人生？5000劫以后有一个机会，那么这个机会错过了，再个5000劫，轮回里最可怕的无间地狱，造极重的罪业，我们看看这个世间造这罪业的人，特别要紧的是自己要想想，我做了没有？这个重要啊，跟自己的关系太大了。5种无间罪业，第一个，杀父亲。第二个，杀母亲。第三个，杀阿罗汉。阿罗汉他不在我们人间，他在你也杀不到他，他有神通，他有智慧。跟阿罗汉相似的人是什么呢？老师。阿罗汉在世间教化众生，我们称他法师，大法师，老法师，证阿罗汉果了。啊，杀父母的罪最重。第三个，杀阿罗汉，就是杀老师。杀老师的罪比杀母亲的罪还重。这5种罪呀，前面轻，后面重。杀父亲的罪比杀母亲轻，杀母亲比杀父亲重，杀阿罗汉比杀母亲重。触佛身血比杀阿罗汉重啊，这是经上记载的，有提婆达多想害释迦牟尼佛，总是想把他害死啊，害死他很聪明，也有不少人拥护他，
就是比不上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如果死了，他就是仙佛，他在这个世界就第一了。佛的佛宝大啊，他在悬崖上面摆了一块大石头，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出去徒步，一定要走过悬崖下面，他在上面把这石头推下去，要把佛砸死啊！佛有护法人，这个护法人韦陀菩萨啊，拿他的金刚手把这个石头拦住，把这石头打碎了，碎片砸到佛的脚，佛流了一点血，叫触佛神血啊。虽然佛报大你害不了他，但是这个念头太恶了啊，念头比例比杀阿罗汉还要重，叫触佛神血啊。最后一个最重的破坏神，破坏僧团，破坏道场啊，把一切众生听佛闻法修学的语言断掉了，这是最重的。那我们看看这五种罪有没有，古时候确实没听说过，现在网络电视报纸常常刊登的，不少啊，时有所闻呢、啊。这无理，无理之外还有个收获，都在面前。收获是神杀盗淫三。三种啊，口、妄语、念识、恶口、绮语，四种。起心动念、贪嗔痴，这叫十恶业。睡不着，哪个没有做过？你去打听打听，谁没造过？天天在造，迷在这个里头了，把造业当儿戏，根本就不在乎。不相信佛法，真正相信佛法，不敢走。为什么不敢？无逆食物是堕无间地狱，这个太可怕了啊！失掉人生，下一次还有机会再能得到五千劫后，可是无间地狱的时间长啊。多长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八万大劫，
三途一度五千劫，没有说大劫。大劫跟小劫差距很大。无间地狱是直接告诉我们，八万大劫，太苦了。我们看到恐惧、害怕了。啊，造了没有呢？有时候造了不知道啊。啊，没学佛之前，不相信佛法，批评佛法，毁谤佛法，干过，没有人支持我们了。看到我们造这个业，他在旁边笑笑，干得好，鼓励我。没有人把这种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修佛之后才知道，才忏悔。啊，选择的这条道路，张家大师替我选择，小业障啊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啊，头一个寿命延长了啊，为什么延长？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人讲起了，佛法好像还鼎盛，讲经说法的人没了，张家大师叫我劝我出家，劝我讲经，学释迦牟尼佛，我接受了，因为我知道佛教是教育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从30岁开悟，就在乐园园讲经，49年没中断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家80岁，外国人家79岁，他走了。啊，所有的弟子们都肩负起讲经教学的使命，散布在四方八面了。到今天，只有传到中国这个地区是最完整的啊，大小乘经论全都送到中国来了，印度的法师送来，中国的法师去取经，取经成绩最后值得称道的玄奘大师，啊，没人，这也是发心出来讲经教学，也是属于为往生积绝学，啊，希望我们从老师这里接受过来，再传给下一代。这是大事，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。
所以寿命虽然短，佛力加持延长了。啊，延了多长？我自己有个感觉，延了一倍。我的寿命45岁，延长一辈就90岁。现在到了，该走了。啊，可是不巧，又碰到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是校长给我。办汉学院，来挽救汉学，这是好事情。我给他谈这个问题，他完全认同，比我还热心，啊，催着我干，我不能不干，不干对不起他，这样人太难得了。我们认识不久啊，1年多1年半，不到2年啊，居然汉学院就上课了。我非常欢喜，这寿命又延长。啊，这个延长多少我不晓得。啊，我自己的心态，有一天寿命就干一天，没有就赶快往生。啊，我现在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特别热衷，对誓愿完全放下了，没有丝毫留恋。求佛力加持，传统文化的传人，大乘佛教的传人，这一次来王子跟校长倡议要办一个宗教学院，培养25个博士，他们都是传教士，世界上这些大宗教都把它复兴起来，团结起来，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和平，好事。啊，他来找我，我也就加入了，好事。啊，干这样的好事，这说明还要延长。啊，我相信到我们接班人找到了，我们就可以走了，欢欢喜喜的走，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学佛之后才明白的，才得到这么殊胜的缘分。啊，所以天人之福不可留恋的，不是真的，释迦牟尼佛到这来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为帮助我们离开六道。
大轮回，这个地方不能住，一定要救，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。下面这一段问答免轮回之所以，就是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脱离轮回，为什么？我们先看经文，此事悲言，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了，何免轮回？佛为我们说出来了，轮回苦，前面我说的是句句真话，特别是无间地狱啊，就是我们讲的无逆是我的罪，我们不知不觉走了，没有人点醒我们，我们不知道啊，将来糊里糊涂堕无间地狱。那真是大不幸的，大苦难的。请看经文，看注解，看注解，念老的注解。此事佛言，又说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这是佛解答的。这里头有两个意思：其一，专指如上之人，妄为西方之乐，不入天界；如是虚妄分别，不求净土，不知修善之福，虽得升天，但天寿尽后还要轮回。这不能不知道啊。其二是泛指过宗行人，这个过宗佛门里面的宗派，小乘两个宗，大乘八个宗，所以佛的宗派有十个宗啊，虽能精进修持，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，专掌自利，行吗？能靠得住吗？我这一生过来了，常常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。我85岁，讲华严经，我记得好像讲了4、5年，突然想到我，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啊，真正成就只有这条路，只有这个法门。从年轻到老大，最欢喜的是华严、法华、楞严，
真的爱好啊。啊，可是这些心论都要断烦恼，开智慧。断见思烦恼，证阿罗汉果；断尘刹烦恼，证菩萨果位；断无明烦恼，才算脱离六道轮回。想想这个事情，我做不到，寿命也不许过。哪有那么长的寿命来修？所以把这些经教全放下了，专讲无量寿经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了啊！佛法也放下了，我走这一条路。念了这个注解，其二，泛指各种行人，虽能精进修持，但不以弥陀净土为归宿，庄障自理，则难于现在僧众坐断生死，任受后有。故云何免轮回，一点都不假了，出不了轮回，那真是完了。无量劫的苦难怎么受啊？啊，所以说遇到这部经，就遇到宝一样啊！专修专好，祈求往生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世尊答复弥勒菩萨啊，这一段经文，佛言：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立相。就这一句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造作一切罪业，着想。做一些好事功德也着想，着想就是世间的善恶，善感福报，恶感罪报，佛言必等善根，所种的善根不能离相，不求智慧，身着世乐，人间福报啊！虽福修福，求人天果，得报之时，一时丰足。而未能出三界狱中。三界狱界色界无色界叫三界，
三界就是六道轮回。太可怕了，转来转去离不开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这个地方叫三界狱中，用地狱来标榜啊，你没有能力出三界，没有能力出轮回，家事、父母、妻子、男女，就是儿女、眷属、余乡旧民，啊，你希望着能够救他们，能够免除轮回之苦，啊，下面邪见业王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啊。这一段经文是佛说出我们现在生活的状况，眼前就是啊。原因在哪里呢？邪见业王，这一句是业因，我们不能舍离啊。啊，见是见解，是你的想法、看法，啊，你的知见，这是个错误的知见。六道虽然是如梦幻泡影，金刚经上说的，我们都把它当真了，当真，那么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是业。业有三种：有善、有恶、有无忌。啊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，无忌没有感应，就是他说不上是善恶，善恶两边都不知道，叫无忌。无忌好啊，但是他迷，他不觉，他不开智慧，麻烦在此地啊！所以一定要破迷开悟啊，把我们的知见转过来，把六道轮回、世出世间法通通放下，幸运持名，专求净土，你就对了，你完全正确了。念老这段注子也注得很好，我们念一遍。佛言，这向下这经文，根明着相与立相之得舍利害，着相修复，虽免轮回，立相啊难免轮回，立相求生永得解脱。啊，这个着相修复，果报在人天，人间天上，
没出轮回啊。你在人天享福的这个短暂时期里头，你有没有造恶业？如果造作无逆是恶，来生必定堕无间地狱，这怎么办？无间地狱是八万大劫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时间太长了。能不怕吗？能不在乎吗？立向求生，永得解脱。这一句，希望我们牢牢记住，一天到晚想着。立向是放下，世俗世间法统统放下啊！出世间法，佛法里面其他九个宗派我都放下，我不修了，我只修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永得解脱。这个问题才是真解决了啊！我们再看下面注解里的书。有段前面的这一行一句先民诸世间福不出轮回啊，贪念世间福报，盖彼等虽种善根，但贪人天福报，不能立相，不求佛慧，虽福修福求人天苦，故不能出三界牢狱啊，把六道轮回当作监牢狱，得报之时一切丰足，暂享世乐，你做了一点好事得到人天福报啊，因为过去生中修福啊，所以这一生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财富，这占相失落，福尽患堕，福相完了堕落了，后患无穷啊！这个要知道啊，那命中之后更麻烦了啊！亲属这亲眷虽然为你忏罪祈福，修法诵经，余香九度啊，这是你还有孝子贤孙来帮助你在佛门里面修福啊，想来救拔你，但怎么样呢？自己邪见根深，执迷不悟，以邪见故不生正信，故此邪见是为诸恶恶业之王，故云邪见业王。我
们先前确实如是，不是假的。如何永断邪见，成就正知正见，那就有出头的机会了，这才算是真正成就。如果错误的见解还把它当真，那就是下面讲的了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，果报啊。下一课课题，愚痴不修难求，愚痴是因不肯认真去修净土，摆在面前当面错过，佛菩萨都难救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底下这一段，愚痴不修难求啊，经文是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，但以视之聪辩正义邪心，云何处理生死大难。这个话是佛说的，如见，如是称弥勒菩萨啊！你看看世间这些愚痴的人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把念老注解念一遍，又闻所知更深虔诚，无比的恳切，慈悲到极处，教导我们：前者修善，但求是福，所以不能出轮回。这个地方讲，慈者愚痴更深，不种善根，凡是视之便错啊，仗着视之便错，骄慢自大，不生正心，助长邪心，不知视之便错，正是八种八种之业了，八难之业。这就是造难了。佛在经中告诉我们，八种难。这八种难，佛没办法救。第一个三途啊，佛法里常常把三途八难连起来说
啊，三途是八难前面的三个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这三途里面没有佛，见不到佛，听不到佛法，啊，更不知道念佛往生净土。这三途八难里头，除了三途之外，长寿天，也算是八难之一。长寿天是四空天，二十八层天最高的，这个里头没有佛，为什么他们不接受？他喜欢禅定，他不喜欢研究讨论，所以没有智慧，跟佛没有缘。还有一个白居卢州佛给我们讲，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地球叫阎浮提，南在南面叫南阎浮提啊，白州佛菩萨，人的寿命一千岁，很少短命的啊，没有苦，没有灾难，所以他们住在这个清净世界，也不想提升，但是寿命还是有，比我们长，一千岁，一千岁到了怎么办？依旧要搞轮回。还要转世，不就近了？啊，这个难是讲不见佛，不闻佛法，不知道修行。啊，当然更不必谈了，念佛法门。再就是。是知便聪，有口才。我们一般讲有智慧，智慧是邪智慧，不是正知正见，强词夺理啊，不接受圣贤教诲，这一类的人也没有分啊，所以失智变聪是属于八难之一。最后一个佛前佛后，你出世的时候，过去的佛已经灭度了，未来佛还没出现，这个时候你也没办法见佛闻法。总而言之，八难这八桩事情都见不到佛，都听不到佛法，所以称之为难。邪见颠倒，凡以为美，如是之人，也能出离生死苦海。这是黄念老
别念出，我们自己如果属于邪见，属于视知变聪啊，颠倒黑白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！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犯这个毛病，幸亏过去生中还有一点善根，遇到善知识，帮助我改邪归正，真正忏悔赎罪也。啊，走上正路，整个命运改变了，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啊，这种改变，过去藏传的甘珠和佛告诉我，那个时候我还不相信，我跟他老人家见面，好像是46、47岁，关刚刚过去啊，45岁生一场病，一个月就好了。我念佛求生净土，我知道寿命到了啊，所以我也不找医生，也不吃药，我心里想得很清楚，医生只能医病，我这不是病，是命，命到了，医生医不了命，他只可以医病，所以就干脆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念了一个月好了啊，这些生当中没有生过大病啊，偶尔伤风感冒啊，没住过医院啊，我这一生到现在还没有病例，但是90以后很明显的感觉体力衰了，中气不足啊，所以医生叫我少说话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说到此地。